狂三分球。嗯，就因为今天这个林书豪自己投进之后是有3000元，然后首钢俱乐部呢会再替考验肯迪亚外线的一个进攻能力啊。外线的手感啊，并不是说特别的好，但是他的这球。始终啊没有把这个战术防好啊，是从开局第一个回合到就打二打一。哦，这个翻一个孙兴一个篮下，这种拉多利查送出来非常棒，一些没必要的下手的球上啊赔上了太多无谓的犯规。嗯，到了左手之后投了，凤凰左手绕一圈中距离面对拉杜丽查断刘书豪的三分有了，身去打王红难度防得不错，哎呦，但是刘